一群隔代教养的八年级生寻访台湾各地，完成这本献给时代记忆的食谱。每个人家里最熟悉的身影，就是承载台湾历史的活字典。让我们走进阿公阿嬷说不完的时代记忆。捐款1500元，即可获赠《岛屿上的饭桌》书一本。详情可上公视之友网站或拨打捐款专线。